我现在呢要拆周老师送的这个惊喜生日礼物，虽然也是快一个月才到了啊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应该是米袋，这么大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的自画像什么的吧，可能是。让我先看一眼，这是个什么 ？What？ 这是啥？这什么？邱公俊生日，哇哈哈哈哈！啥？哈哈哈哈！我靠！我，而且照片一定要选的这么艳丽吗？你说我把这幅画挂在哪儿？是挂在床头，是放在我床头，天天供着吗？谢谢你，周老师，用心了。